先来看即马的即个全台湾各地早起的即个天气真好，啊，毋过有点啊热，也毋过强烈风台嘛，我是继续向即个西边山顶动，谷歌上镜是伫个二九，就是明仔载即个下半工，都有机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而且伫个即个宜兰、花莲啊，够大台北地区开始落雨，暂时即个台东往。去即个绿岛啊，啊，来回即个船班会伫中岛停航，因为即个船公司已为早起开始已经陆续撤离游客。一只一只渔船啊，靠伫港边，未少渔民透早就等于港口下渔会，整理渔网啊，可要处理船只固定只代志。无迄款啊，无要处理啊，内底应该有用啊。每当出去干。现在是长浪了，你是要看那时候的风力怎样。礼拜早起天气真好，暗过受毛啊风台影响，台东海边已经出现长影，目测有两三公尺高。另外，台东往返绿岛的船班也要在中岛停驶，船公司早起开始陆续疏散游客。原本是下午2:30，很像在坐那个云霄飞车。未来持续向西北西移动的过程当中，因为它的速度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放慢下来了，我们预估整个海警可能发布的时间会比较落在明天的下半天之后了。今天上半天观测目前的2米浪高，预估未来还会持续的增强。整体来说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、恒春半岛南部、马祖、澎湖这些地方都要注意。将来风台马华继续向西平刷叮当，气象局有个上紧急到下波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北侧那个太平洋高压的强度还是蛮强的，减弱的时间稍微慢一点点啊，所以它有稍微略往西偏。它在我们东部外海海域附近的时间相对也会拉得比较长。在周二到周四的时候，它整个外围环流带比较偏北东北风的影响之下，雨势整体来说降雨几率最高，其实就在北台湾跟东半部地区。那雨势最明显的地方，现在看起来目前如果在宜兰或者是花莲，或者是花莲更北边一点的地方。虽然目前因为高压加风台外围的沉降气流的影响，各地拢是真热好天气，不过东半部的长影慢慢增强，半日了后水气也影响宜兰、花莲加大台北等地区，可能会出现落雨。另外，是不是发布陆续风台警报，要阁看风台路径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